恭喜咱们迎川一战成名！恭喜咱们迎川一战成名！哎，反正咱们搞了这么多山货，不吃也是浪费，是吧？正好再凑一桌庆功宴。对，那倒也不是你做的。哎，小东，我能直播的吗？不不，接着喝。Hello， 各位宝宝们，今天晚上我们吃的叫原生态盛宴，全部都是就地取材的天然食材，看到了吧？ 尤其是这个爆炒牛肝菌，都是山里野生的，吃一口终身难忘，人间美味。哎，今天这酒劲挺大，我都晕了。你谁不行？哎，有这么多小虫啊！ 喝多了估计，不是，哎呦，你可，你老宋，你说这，你老宋，哎，老宋，你才刚喝两口吧，是不是？你这就上树了，你还说人家呢，你上树，你上来，上来，哎，哎呀，哎。 爸又怎么了？这回不是我爸，是李放平、孙大富，还有张天宝，他们出大事了。什么？哎呀，幸亏我这个胃坏了，哎呀，只能喝粥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跟他们一样在里头躺着呢。云川真的红了，这个不知名的小山村。 第一次登上了微博热搜，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居然是以这种方式。他们三个怎么样了？基本上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，这还在观察。杀了他！ 自己！别生气，别生气，这个事不怪小东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医生都说了，是菌类中毒，要怪你就怪老李，那非得要吃什么山货，也不长眼睛，弄点毒蘑菇混进来了。你不是说绝对安全吗？我这刚把万元送走，你就给我惹出这么大祸。他们三个要是真出了人命，你死十次你都赔不起。不打了，不提了。停，不好了，姐，刚刚得知消息。 我们村直播擂台赛卖出的特产，大部分都被退单了。姐，真的吗？对不起，四姐，我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。走开！我真不是故意的，这。 拍视频的时候明明没有事啊！一次不出事，不等于没有危险。不得私自采食野生菌的禁令已经出了10年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没有人跟我说过呀，这也不是我的错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是你的错，就跟你没有关系吗？我也是受害者，我有什么？庄小栋，你真的是，一点都没变啊！ 都在这个节骨眼上了，你还是只顾自己，一点责任心都没有。庄小东，那是不是我也躺里边，你才满意啊？
思琪，你在这儿算什么呢？我在算我要卖掉多少间屋子。你为什么卖屋子呀？哎，行了，你别问了，时间紧迫，你抓紧把还没有退单的局又赶紧发出去。我正好跟你说这事儿呢，一共就这么几件东西，要是再走空运的话，运费上根本划不来啊。没关系，我来付。这怎么能让你自己掏腰包呢？那还不如你干脆就便宜点，咱们就走陆运呗。你听好了，不管数量多少，只要是从云川发出去的所有的农产品，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客户手上，一天都不能耽误。所有的损失我来付。哎，这又不是一两趟的事儿，而且现在云川的销量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也不知道。你要照这么赔下去，你还不得砸锅卖铁啊？我们的橘肉自己会说话的。嗯，送你了。慢点儿。干什么呢？还没过劲儿？嘘，别打扰他。医生说了，他可能会受到惊吓。可能啊，每个人的体质不同。他的幻觉时间特别长，昨天晚上非说自己是白娘子，跟那许仙闹腾了半宿啊，这一睁眼又看见自己过世的老伴了，你看那还算好事儿。笑什么笑？你觉得很好玩吗？这要是伤了肝肾，落下后遗症，以后可就全完了。我给宋博拿。赶紧滚，用不着你在这装好人。那个，姐，你误会了，这事儿真跟小东没关系。没关系，他还来干嘛？庄小东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再敢来找我爸，我见你一次打一次。哎，你轻点啊，这两箱都是鸡蛋，你别碎。好嘞。你说你啊，就是个操心的命，还非得亲自动手，你不是要抢我饭碗吗？来都来了，送佛送到西，反正也没多少东西，就当是运动了。少来吧，我看你就是担心我转运的时候给你换车。真不好说，最近好几起这个快递纠纷都是因为这个。你要再这么说，我可真生气了啊！哼，哎，这算是几个意思啊？我现在这个工作这么抢手吗？你要不搭把手？想在这儿帮忙搬东西是吧？接着帮忙吧，我去医院了。哎，这儿别追了。你要是真想帮思琪啊，你就干点正事儿。这儿正好有你两个大件，你自己搬走吧。哎，对了，豆腐啊。城里房东发来的，哎，这下彻底被赶出来了。这跟帮思琪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怎么没关系啊？你没看见我正忙着给思琪发货呢吗？在这种关键的时候，能让我少跑一趟，节省一点时间，快一点发货。这不就等于是帮思琪了吗？等于什么呀？送货本身就是你分内的事。你瞧瞧你这点觉悟，难怪人家思琪看不上你呢。还分内分外。思琪为了替云川救急，把自己家老宅子都抵押了。什么？